妈，你刚出来是不是跟我讲啥啦？你若是不讲，我要去了。你，我就想要打你的呢。你家己讲，你做什么败坏门风的代志？你是要讲啥？拄啊，你甲杰森伫咧厨房外口讲的话，我拢听到。你是甲天照打是毋是哈？你哪会做这么无道德的代志？爸爸妈妈平常时是安怎教你的？妈，你听我解释啦。即摆有啥物好解释啊？哈？敢讲你甲李天邦同款拢失去记忆啊？你袂记得你有一个翁是毋是啊？对，我是无介意李天邦，也毋过你坚持要甲伊做伙，我嘛尊重你。也毋过你即摆播出一个啥物一夜情，你到底是你想啥啦？这件代志真正是意外，我迄天啉酒醉啊，我醒来时阵，伊就倒伫我边啊。就是迄天你规暗无回来发生的代志哦。无怪迄天后来哦，你马上就讲你要陪天宝回去你家，因为你心虚，你感觉你对不起伊对不？妈，我这样给做唔对啊，我即马嘛有尽力咧弥补啊，我希望这件代志。都完全拢无发生过嘛，我嘛已经甲杰森讲好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拢免讲出去，所以迄天才无做渐渐的离开啊嘛。杰森哦，我一定爱找伊算账啦，一定是伊设计你，超工给你哦，林家唔知影人哦，要吃你的豆腐啦，受过分啊啦，妈，我拜托你这件代志免闹大好不？咱敢会用甲遐个代志拢总拢放好袂记哩？那当作伊拢无发生过，我起码真正足后悔，我完全无想要想起迄暗的代志。你起码知影后悔啊吼？咱便宜什么药啊拢有卖，都是无卖后悔的药啊啦。你想较足简单的咧，你若总讲你叫迄个杰森卖出去讲，伊就会乖乖安尼做，是不是？迄个杰森一看，都是一个无老实，是一个花花公主啦。假使讲伊若是足嚣摆去甲人讲哦，啊，我甲尤家的千金小姐有一夜情，到时阵看你是要安怎啦？妈，那恁即摆是要安怎？我真正唔知，我无想要甲天宝离婚。即摆唔那是你甲天宝离婚的问题呢？你甲咱尤家的面子拢下了了啊！你那这么袂晓想，这么戆啦？妈，恁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哦，你气到要昏去啊！你搁问我要安怎哦？哈、啊哦！我真正是要气死！我头到天，我无法度想啊！妈，妈！小云啊，这边啊，日本赏花、美食为旅行的行销方案就成功诶。就这人哦，想要来台湾开分店，美食业者拢想要家己。啊！你是安怎啦？你遐哀哀叫？可能是工作姿势坐伤久啊，今仔日无欢喜，让我踢一个。哦，无你得换一个姿势啊，无你徛家行的啦。啊！你是安怎啊？我叫你行行的，你搁坐落。哎呦，行起来头壳搁戆啊！宝宝，你是惊着哟？哪会把我踢这大力啦？你讲你真的是假的啊？这五个月有这么多反应？真是的啦，我有上网去查过啊。啊，这胎动吼是宝宝跟妈妈沟通的方式。参照是，若是伊过来的所在吼，拢伫咧同一个时间咧碰起来，就表示讲伊伫咧伸懒腰。啊，佫有啊，若是一只只碰起来，一只遐碰起来，啊，就表示讲哦，伊伫咧冰心哦。黄小姐，来来来，你来碰看嘛，伊讲咧叮当啊。在哪个？哎，爸，爸母呢？小玉，伊安尼哦，有节奏感，啊，
像就是波浪同款，是啥物意思啊？这有表示讲吼，伊食了足饱，阿妈困了有够，伊心情足好个啦。进前哦，就亲像是小米粒同款，想袂到即摆有这种反应，是咧甲咱安尼做沟通哦。我即摆真正有开始要做妈妈的感觉，过几几个月啊，我的后生就要出来跟我见面啦。一定是我进前哦，互你吃足侪补品的，伊才会这么健康。小玉。我等下哦，叫厨房哦，固定一寡补品予你食。何小姐，啊，不过我听人讲，迄补品若食伤济，囡仔伤大就歹生嘞。那安尼，我今摆应该做啥，对我的后生较有帮助啊？无要紧啦，你啥物拢唔免做，安心等宝宝大汉就好啊。这个黄小云，唔那周丽君疼伊，连俊生拢对伊特别好。今嘛伊的巴肚阁开始大起来，什么代志都袂当叫伊做。小云，从今嘛开始哦，莫来饭店啊，回去厝里好好养胎。黄小姐，啊，不过其实我无要紧的，我会当继续上班，袂有影响的。会有影响还是袂影响，毋是你讲的转拄煞的。你若是受疼，害着我的后生是要安怎？听我的话，回去找伊休困。啊，不过黄小鱼，你真正的工课哦，是代理孕母，你应该平平安安把我的囡仔生落来，这是上重要的任务。我会让你来饭店上班，是为你进前哦。迄四界达人讲，啊，不过即摆你的巴肚已经愈来愈大。乖乖听我的话，回去找伊休困，知影无？小云，要死定了！俺爹早已讲的无唔对，你也先别过来饭店。啊，不过当初对我。我知影，我知影你在饭店做工课是想要赚钱。你放心，这段时间你的薪水，我赶快来发给你。你安心在厝里休困就好啊，哈。妈，董事长，哪会当安尼啦？啥袂用的？小云是咱饭店请的员工呢，是咱要求伊莫来上班，唔是伊家己要休困。这段时间薪水当然嘛爱发给伊啊。而且咱若无保障伊的工作权，等于是违反劳基法，刚刚你要违法了。我知影。董事长，我会照你讲的去做。小云，放心啦，这段时间你不用烦恼无收入。我等下叫春心送你，你先回去厝休困，哈。哎，董事长，俊生在遐开会，伊无时间啦。咱饭店楼卡就有排班计程车，小云。啊，来，这钱给你。你等下去楼卡，我要叫服务生哦，替你记车牌。你会记哦，这钱是要坐车的，不是要让你抬起来哦。我知啦，我袂啦。那安尼，董事长唔得做，我就先来啊、哦。阿姨，过两天再去看你吼。多谢阿姨。卡细滴哦，有影哦。哼，这麻烦。算是给他上灶啊！啊，董事长，请领台。董事长。啊！你特别来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要吩咐啊？当然嘛有，而且几个项哪一项？嗯，黄衫，你给纸甲笔来记。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记得。
温丽珠，我住伫个行政套房遮尼久啊，我发现客房服务的餐点拢共款，完全拢无改变。你是不是应该爱反复厨房？上无一礼拜爱换一遍，啊，若无人客食久伊会野死。董事长，自开幕到即卖哦，你长期住的人客只有你一个。另外，我感觉咱夜间啊的通风设备嘛有问题。我常常身躯洗好已经十外外分啊，啊，不过行到玻璃拢阁同款无，这点是不是同款来改善一下？嗯，也阁有，我感觉咱的床单嘛不是洗到足清气的。你讲我睏的时阵，竟然发现枕头拢面顶有污点。黄队长。我住是行政套房呢，竟然发生这款错误，实在是足不应该哦。啊，你记几波？你是记有清楚无？哦，董事长，我拢记起来，一定会洗干净。董事长，我知影哦，你拢是为着咱的帝王饭店好，你拄才讲的。对咱来讲哦，拢是真宝贵的意见，我一定会好好啊改进。是讲，你到底个饭店哦，真正受过委屈啊！你房间无够大，你的物件嘛无所在通放，想要煮物件食哦，嘛无法度煮。唉，所以咧，想要讲啥，直接讲。董事长，我有识识中介啊。会当哦，替你找一间厝，啊，就伫个饭店附近。啊，你若想要来饭店，足方便嘞。啊，住伫遐哦，买当较舒适。王小姐，我知影你绝对是假好心，无可能是真心要替我设想的。这个无要紧啦，其实你讲的话嘛，毋是无道理。嗯，就照你所讲安去做，替我找一间厝。卖伤细间，重点是衫裤间一定爱有够大间。董事长，你放心，你交代的代志啊，我一定替你处理好势。找到厝再跟我讲一声。嗯。雪晴啊，好久不见嘞！对啦，我想要租厝。重点吼，这不是我要住的，是阮大家要住的。嘿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厝吼一定爱是豪宅等级，上吊的是爱离我住的所在哦，愈远愈好，上好开车吼爱半点钟以上。嗯，啊对啦对啦，阮大家这个人真正有够古毛的啊！你若找到厝哦。你只要跟伊联络就好啊！啊，我等下把电话传给你。好，拜托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子平啊，哦，这阵嘛足多谢你呢，吼、哦，甲咱顺路南部一业务处理到有够妥当的，啊，那无然南部迄个店哦，嘛不可能发展到这尼啊顺利啊，吼、哦。别啦，是董事长，你万一给我这个机会，给我独当一面。这段时间我真正学到真多呢。啊，是讲吼，啊，和你无闲，甲无多参加夜店、甲加会婚呢，我感觉足歹势啦。哎，啊，是讲吼，即摆南部业务已经稳定啊啦，啊，你着留一淡薄，好啊，拍拼好啊，吼。好啊，我嘛感觉即摆南部出差的经验哦，功力上部增加十倍左右啊，大概这边哦就够我。对对对，做业务就是爱有这个骨气。对啦，啊，等你加会回来吼。啊，等下新的业务，恁才好好去分配一下，看啥要做啥，吼、哦，加油！嗯、对啊，即、届我嘛有整理一挂业界宣传资料，等一下会当甲嘉豪哥做伙讨论，然后呢，我先去提。哦，你袂用，你袂用。
妈，你敢会当帮我耍啦？你咪是尴尬嘛？拢安排我去相亲啦，我回到单身的生活才无偌久呢，敢袂当我享受一个啊自由快乐的空气啊？啊，你嘛鼻看麦，这空气哦，好温暖，好清爽。我即马哦，想要做啥就做啥。无啊，是讲阿慧丁啊，无你即马是咧安怎啊？咱家家遇人不淑吼，一摆就爆甲嘴，真无简单跳出迄个火坑。你即马颠倒要乌坑乌跳，无你即马是安怎？嫌我无在要饲查某囝就对啊吼。哼，阿姐，爸爸甲你讲，你想要做啥，你就去做啥，好，爸爸听你。哦，我都知影，爸对我上。讲到恁这查甫人哦，敢那会晓看眼前呐，拢无咧替囡仔哦拍算因的未来。哎，以后咱两个会老会离开呢。敢讲你要叫佳佳孤单后半世人啊？啊，找一个伴，食老唔走我去。妈，迄无一定哦。即马食软饭啊，靠要趁钱的查甫人足多。我若是搁拄到第二个高俊生，吼、哦，我搁爱一介元气大伤的，有无无哎？啊！呸呸呸呸呸！哪有可能搁这么歹运呐？而且哦，妈妈甲你介绍迄个哦，迄个小开哦，迄条件偌好个呢？啊，听伊讲哦，迄人有够实在呢。哦，讲到迄个金先生，我就生气啦！伊真正足无礼貌的呢。伊讲哦，我是拜金女，所以我的翁婿哦，只会伫外口找小三跟我离婚啦。伊真正安尼讲你？你甲爸爸讲叫啥名？我来催，我来催，失效。爸，唔免，我当场哦，就敬伊一杯水啊。我刘佳佳哦，即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失婚者联盟。那有可能哦，和一种不三不四的人哦，青菜酱白。哈哈哈！安尼做就对了，水，安尼才是我老计划的查某囝。那这种代志有啥物好臭屁的啊？哈，你爸仔囝真正有够好笑的呢，哈。即马这个社会哦，离婚的查某人哦，会受到无公平的对待啦。啊，所以为着要避免遐人讲你的闲话，妈妈唔再想讲，赶紧替你找一个较好的归宿。吼，哦，妈，啊，你是不是搁画错重点啦？啊，虽然我离婚是事实啦，啊，不过我人生搁足久长的啊，对不？我今嘛哦，要重新打造我新的人生。我还有大家看到，我刘佳佳真正会嫁人，啊，不是干那让人叫什么某某人的太太，还是某夫人，对不？对对。哎，你有听到无？恁查某囝比你搁较有出头啦，想要靠家嫁人哦，做好大家看。啊，无参照你。我哎，歹势吼，参照我什么啊？你甲我讲清楚哦，我是安怎啊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啊！好，哎妈，爸。好啊啦，卖阁冤啊啦。我有代志要宣布啦。为今日开始，我要来这上班。我要做一个 OL 办公室女啦。我要证明我刘佳佳不是靠查甫人的傲娇千金。嗯，好，爸爸听你，我来讲，咱公司拄好有欠啦。啊，恁哥哥甲恁阿叔拄好其他业务要开发，你来公司哦。不多啊！道歉爸，恁两个啊，好什么好啊？佳佳，妈妈以过来人的经验跟你讲，迄职业妇女哦是足辛苦的呢。啊，你帮迄贵妇人的日子唔来过，啊，偏偏要讲做什么？人讲诶，社畜哦，哦，做人迄公司的奴才哦，你是安那？你是头壳有问题哟啦！哎呦，妈，你哪会讲哥甲阿嫂是社畜啊？足无礼貌。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妈妈是想讲哦，啊，你也唔捌食过头路，我是唔甘你。啊，你讲要来公司为基础开始做起，哎，足辛苦的，妈妈唔甘啦。好，当你是好阿伟啊。佳佳是来咱家己的公司上班，唔是伫外口咧食头来看人的面色了。佮再讲了，有家己的哥哥甲阿叔咧斗相，是咧惊啥货啦？啊！
我跟你讲啦，咱迄个业务吼，拄啊对南部转来，哦，你着对伫个身躯边，甲伊好好学习，知影无？嗯，咱公司的业务是毋是叫做王子平？嗯，之前雅婷拢叫伊小王子。就是我啦，别叫我小王子啊，也是王子面啊，拢会用的啦。恁两个见过面咯？无。奇怪嘞，啊，你哪会跟我今仔日相亲迄个金先生八七分像哎？子平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哦是我嫂子，叫佳佳啦。阿姨吼，对今日开始在公司上班，阿你好好甲带，吼。好啦，我会好好甲照顾啦。哈哈。爸，啊，我暗顿哦，想要食你煮的花生猪脚，啊，佮我妈煮的炒米粉呐。啊，我即马点菜，敢会想我？当然嘛，爸，爸爸即马吼，随了菜是也袂使，吼。我跟你斗阵来，好啦好啦，好啦爸，多谢妈，多谢爸。迄个金先生，今仔日的代志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解释一下？我是因为要摕到阮朋友公司员工旅游的订单，所以才代替伊甲伊相亲。我安尼做嘛算是替公司赚钱啊，敢毋是？哦，啊，所以恁业务哦，为着要摕到订单，就会当不择手段是无？毋是啦，我这个人哦，一向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对待客户拢是真心诚意的。啊，即届哦，真正是让阮朋友推入火坑啦。火坑！啊，你嘛知影，你人伫外口的风声无啥好，我朋友啊，今日去杀着伊，所以才会跳过伊叫我去迫害的啦。就算讲哦，我的风声无啥好，你嘛袂当骗我啊。假使讲今日是别个查甫囡仔，啊，你安尼甲欺骗，伊受伤是要安怎？对啦，啊，你讲的有道理。嗯，那安尼，我慎重甲你回信嘞。这里，既然大家以后拢是同事啊，那呢，今日相亲的代志，敢袂当当作是无发生过啊？啊，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带你做伙走业务，小款。嗯？勉强成交。真大名，这个好啊！啊，小律师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来看小云。啊，叫你来。阿姨，小云云，你好吧？好啊。爸爸，阿妈来看你啊。哎呦，恁孙呀！哎呀，阿妈帮着。哎呀。乖孙呢？哎呦！哇，我看到小云甲宝宝照顾个真好，我就放心啊啦。阿丽嘞，你最近好无？啊，我真好啊，多谢你的关心啦。来来，饮茶。多谢多谢。啊，我真好命啦，拢这个乖仔仔在甲我照顾。头拄啊，我摕母亲节礼物给我嘞。在这，我提给你看，就是这款。啊，哎呀，这款我买来吃啦。啊，咱这年纪哦，一定爱吃钙片保养，尤其是像你做工课安尼，忙进忙出，哦，
足烦恼碰撞的。是啊，这个年纪啊，真正较细腻的，绝对袂用摔倒，唔通甲囡仔找麻烦啦。是讲，较早我嘛捌食过钙片，这款有啥物无同款啊？妈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款内底吼，唔哪有钙，上重要的是佮有维生素 D， 会当帮助钙吸收。你常常舒服的骨骼甲肌肉吼，伊一钙拢甲你照顾得到啊，足方便的。啊，唔着就对下你个呢。啊，有时阵安尼甲你友好，真正是足好的啦。啊，是讲，你阿弟出来那安尼遮乱啦，啊，搁咧整理行李。啊，到阮厝头家啦，伊讲这厝要收回来，伊不爱互阮住，伊要搬出去啦。啊，是讲，干那互阮一礼拜时间。啊，都一边要看物件，啊，都要一边找厝啦。哇，你足逼的呢！啊，这段时间要找厝，不过小云哥安尼大把倒伫咧，才赶紧要找厝搬厝，真忝啦。我嘛是安尼咧烦恼啊，啊，不过无法度啊，人厝头家都安尼讲啊。别紧，你无法度，我有法度。我有所在给恁住。啊？是讲会足麻烦你的无？哦，不，喂，这款孙的，当然嘛，安排一个舒适的所在给孙住。我再讲，哦，小云哦，伊足乖足大心，足有爱的啦，我足介意伊的。阿姨，多谢你呢。多谢你啦！别！啊，对啦，马克有一个新的合作开发计划喏，所以我今日回意见。啊，安静，你去办公室。马克出门进行工哦，伊个文件放在桌顶，你带我去提者。好，我即马来提。蛋姐，文斌，你甲安琪有啥个代志要讲？我拄仔要提报表，我才是来马克办公室的话。哎呀，好了，反正麻烦你。我找到马克吃药的证据，证明是有病。文斌一定将马克放弃，选择绝生。判断绝对无唔对，马可一定有暗藏什么秘密，我袂用安尼就放弃，我一定甲找出来。这个药啊，到底是有什么病？
喂，你好，我是百富集团的陈德洲。我有一寡私人的问题想要请教你。我拄只传相片给你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药啊是在吃什么病？好，我看一下。喂，这是常常会当看到的药啊，一般是用在 GAD 的患者，是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的药啊。那呢，这种药啊，是在医什么病？一般是社交恐惧症，或者是恐慌症的患者，医生会开这个药啊来降低伊焦虑啊，佮有紧张的情形。哦，好，多谢多谢，我知啊哈。袂啦。这个百福总裁的小三，唔就是迄个对湘琪欧白来 Jason 的妈妈？哦，真正是要搞我气死！这个小弟哥竟然敢欺负阮湘琪，我绝对袂用安尼就放伊煞。Marco 虽然讨厌人群，啊，不过伊还袂到社交恐惧症的地步。他说：“那是社交恐惧症。那呢 ，Marco， 应该都是恐慌症。哈哈哈！真正是天要做我 ，Marco， 我总算抓到你的弱点了。”我也是。安心啦，我最近为着国际商会的代志，一直咧做资料。来参加会议的人，可是国际大企业的重要人物，我还想了解因的背景，所以才拢无时间来跟你见面。不要紧，我拢了解。等一阵仔，我若无闲煞，我再带你来听你上爱的音乐剧。你就早点去保养你的，不用顾虑啊，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较重要。嗯，是的，多谢你这样体谅我。我是你的医师兼女朋友，我知道你担的责任真重，而且好加载哦，你不每天把我黏牢牢，因为我最喜欢哦，两个人做伙，也能有自己的空间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这样两个人才能都有进步，才会互相协调啊。这就是你甲一般查某囡仔上无共、上我欣赏的所在。你敢那欣赏我这点呀？当然唔系啦，真正我讲哦，啊唔过你的休困时间敢那一点点啊尔，我惊我讲不完的。哎呦，愈来愈会晓讲生球、哦，我改。啊，要唔过你来这个时间过来？啊，有一个会议临时取消啊，拄好一点钟的时间，我走过来看你啊。不知道你最爱吃的甜心。感谢你，要不过后盖卖安尼啦。我不甘愿你好好利用这一点钟的时间去好好休困。我知啦，不过我一定要看到你，我才能充电。好，来，开始充电。这个会议最重要哈、哦。是啊，这个会议哦，其实讲白啊，就是跨国企业的公信力啊，啊，发展人脉所在啊。哎呦，而且熟悉人多，竞争对手嘛多，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。而且这次我爹爹带我去，我感觉这是对我磨练的好机会。这嘛关系到我们百福集团的形象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表现。你得保持平常心，我相信哦，你一定会当表现较足好。我逐天拢会替你加油，
Fighting！哦，对啊，你安提哦，迄天有来找我。伊来找你？嗯。是有啥物代志？伊来问我一挂你北京的代志，要唔够你放心啦，我啥物拢无讲。奇怪，伊怎奈知影我伫你遮看病？我伫用出细事。你是卖想遐尼济啦，只要你的身心状态拢真好，就算讲伊知影你来看身心科，迄嘛袂当怎啊？别烦恼，我阿弟。伊来，小姐，伊来多，来过来讲。阿哥。我听你讲，你身体不爽快啊，感谢谢。无啊，我身体真好啊。敢是？我看你安尼一直喘气袂顺。嗯？安弟，我唔知你是为倒位听到我破病，你啥这样坚持，证明我身体不爽快。我坦白讲，阿你嘛卖生气，因为我伫你的办公室看到你食迄个药仔的包装，我是烦恼你的身体，所以我都摕去我熟悉的病院请教医生，才知影讲你食迄个药仔是专门咧治疗恐慌症。马可 ，Auntie 都已经把我心内话拢讲出来啊，阿你即马。马上将你心内话讲出来，无得甲你讲出来了后，就无迄种压力啊。啊，即马第一只干阿恁爹弟甲我，咱三个拢是家己人啊，讲出来无得甲较好。你嘛免惊讲话传出去，去互亲戚朋友知影。嗯，弟弟，阿哥，你的恐慌症偌久啊？我。以前拢无甲讲，啊！即卖治疗是用什么方式？啊！医生讲过偌久，才能医好？文斌，我听医生讲吼，这個、恐慌症都是因为压力上大引起的。你若安尼，马可会压起来。弟弟，其实我的症头无严重啦，只是较歹困尔。若无这段时间，像啊，你甲安提还佮有杰森，咱逐工拢住做伙，上班嘛做伙，拢无人发现。佮再讲，我若真正有破病，哪有可能工课一点仔错误都无？恁只佮我学了，我做了真好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恁爹爹才感觉唔甘吗？伊惊你的身体有状况，唔敢讲，佮为了百富集团的代志，规工伫外口走动。安尼，你所负担压力伤大，伤过辛苦啊！文斌，我讲的对无？我一点仔就袂感觉辛苦，这工课我拢会当做好。文斌，我听医生讲，恐慌症发作的时阵，有当下有个人若伤过严重，伊就会休克。我感觉咱百富集团哦，即卖所有嘅事业拢已经真顺真稳啊！你是毋应该伫个即个时阵对马可嘅工作所做一下调整嘅，卖好伊佫有遮尔大嘅压力。伊是你嘅宝贝后生，你千万唔通将伊嘅性命来滚生笑。弟弟，我袂感觉辛苦，我会当承担。嗯，我无钱回去啊，你表现袂歹。我会继续保持，我袂感觉辛苦，我真正会当承担。马可，来，饮茶茶，较冷静嘞。马可，你敢无感觉，你一直咧讲同一句话，你已经语无伦次啊？
斌，你一定要把马可照顾好。你跟那这两个后生，万不离马可，若有啥物代志，我回去是要哪对大姐交代？有爱，阿明，你，爹地，哥，你弄点。就是啦，我哩甲恁哥斗相共一件代志。好啊，什么代志？阿哥，这个国际商会，你接触的人真多，每一句话哦，可能影响一笔生意。我今日负担相当，既然我今仔知你身体状况嘛，我都别样无管，别样无替你想。就是啦。记得带恁哥去参加啊！爹爹，爹爹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要我代替哥去参加国际商会？是啊，啊，最近哥哦一直熬夜在找资料呢。那呢哦，我把我拄只的话收倒转来啊，我无想要斗相共啊。杰森，你哪能讲这种话啊？恁哥身体咧艰苦，你来体谅伊，来替伊想，让伊好好休困啊！哎呀，哥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身体不要紧无啦？唔是啊，啊，即马人看起来就好好啊。杰森啊，叫你去就去，冇恁哥回来。好啦好啦，去就去啦，不过。哇，那你这几天吼，你少替我恶补一下啦。那个张三李四，我一点都没熟悉呢。好啊，好好休困啊。是为着小英巴肚内的囡仔在失常，所以才会请伊来公司上班，安尼咱才会当好好照顾伊。啊，你即摆阁叫伊卖来，啊，你反去反倒，唔知你阁伫咧怀疑啥？俊生，你卖误会我，你无看到小英巴肚这么大，这对伊的身体是负担呢。迄天你嘛有看到，伊在站起来，雄雄要昏倒。我唔才想讲，叫伊伫咧厝内底养胎啊，而且我有听卖话哦。我拢有算钱给伊哦，安尼应该对伊袂歹吧？我若是一天无看到小云，就等于是无看到咱的宝宝。俊生，你想看麦？小云上班下班哦，唔是坐捷运，就是坐公车，安尼人客来客去哦，安尼颠倒危险，还是出什么意外哦？咱要后悔，真正袂赴啊！你讲耐心等待几个月啊，等你的囡仔出世了哦，咱就让大刚看到伊啊。你拢已经做决定了，我讲什么话好讲？哎呦，你莫搁一个面具给我看嘛！我跟你讲一项代志哦，你一定会足欢喜的。什么代志？我若是跟你讲，你要答应我。爱买我上喜欢的鱼膏送我。哼，那堆鱼膏遐尼贵呢？是有啥物代志会带得我欢喜，互你认为讲我会答应你买那堆鱼膏送你？我已经说给你妈，要离开饭店去外口洗厝。真是？当然是真是了啊！你看。你送你妈的礼物，我拢准备好势啊！等下哦，咱就去拜访。亲阿哥，你竟然有法度说我妈啊？好啦，有啦，你真够啦！我答应买一堆鱼糕送你。老公，你好棒哦！啊，不过我是好奇呢，你是安怎说我妈的？就藏在细节里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就逐天啊，家己穿同款物件给伊食，啊，摒扫摒无清气，啊，伊就会生气，就会烦啊。啊，我就说给伊讲哦，无你去外口洗厝啦。结果伊随答应诶，
根本哦，唔免我什么口劝诶。你唔惊你安尼做，我妈发现哦？无可能啊，迄人拢是我派去诶，哪有可能会发现？唔是啊，俊生，其实吼，我是真正为妈好啦。迄大饭店哦，虽然真舒适。啊，不过就是甲厝内底袂配置啊，若是要煮物件无方便，迄物件侪啊，嘛无所在放啊，你讲对吧？嗯，你讲嘿，嘛无唔对啦。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有想到啊，只是我惊妈伊会生气，唔才无提起。其实上重要的是啥，你知影无？妈就唔免逐天来办公室，咱两个人就唔巧哦，逐天叫伊妈。对啦，我看这马时间不早，咱去拜访妈啦。你刚才妈住喺度？啊，妈新住的所在哦，是我一个中介的朋友找的啦。我这马打电话问伊。喂 ，Ella， 我雪晴啦。啊，我喺大街吼，新的住址伫度，你敢不能跟我讲？哦好。你发简讯好啊，嗯，带你传简讯好啊，嗯，来，你，那是啥？那是安怎？新的住址哦，爱离阮家较远诶，那结果是伫阮家对面啊！我已经搬厝，无住伫遐啦。我无讲，你嘛爱问啊？你这做中介，哪一点 sense 都无哈？我跟你讲，我咧害死啊！以后别联络啦，真正是这。不啦，你莫生气啊，就算住对面嘛，不要紧啦。阿嬤不是那種會死去串門子的人啦，她沒事就別過來啦。你若是來了，就是我最後要給她嬤啦。你不要都想壞啦，也是有好處啊。什麼好處？咱若需要助教的時候，你也靠旁邊啦。哎呦，小韻好啊啦，你若忝哦，就卖病休困一下哈。阿姨，袂忝啦，你足轻松的，我有动作学运动啊。周老师，小云的妈妈，咱大家拢要大做伙啊呢，你就卖安尼周老师、周老师安尼叫我，叫我来滚就好啊。哦，好。啊，那你嘛唔通阁叫我小云妈妈。我叫做美惠，叫我美惠就好啊。好，美惠，嗯，对啦。好。啊，真正足感谢你的，和我讲，我小云有一个所在通住。啊，你替我请的迄个搬家公司，啊，动作足努力啊，无两三样物件拢搬好啊。应该啦。小云今麦搬到来，囡仔是我的金孙了。你看，迄巴肚安尼愈来愈大，咱大家拢大做伙，我若要照顾伊，也嘛加足方便的，对无？其实本来我是无赞成伊甲这个囡仔生落来，啊，不过我看到恁家所有的人，尤其是你，对有小云遐尼啊照顾着，我就想讲，伊坚持应该是对的。啊，那这个家庭因为有这个囡仔，会当更加圆满。啊，这个囡仔一生下来就有人较少，安尼就是好代志啊！美惠啊，你愿意安尼想，我真正是足感谢你的。你放心，这个囡仔若出世啊，阮大家一定会给伊上个名，一定会足好命，过个足幸福的啦。而且，阮答应要补偿小云的代志，一项都袂减，阮拢一定会做到够。人讲好心唔好报，哇，恁查某囝！有够乖，有够大心，有够善良，我相信以后一定有足好足好的将来在等。真正足多谢你的，希望真正会当照你所讲的安尼，我都无遗憾啊。啊，
对啦，头拄我伫咧摒扫的时阵，我看到遐有一台机器，啊，迄是啥物啊？哦，这样、哦，嘿，替我运动的啦。啊？替你运动？你家去感受一下。好不？哎，哦，哦，我真正感觉我规个身躯拢在运动呢。这哦，是我第二新妇的产品啦。这台垂直机的原理就参像跳绳，上早啊，佫是用来帮助太空人提升因的肌肉强度、佮骨质密度。嗯，对遐。不方便运动，或者是办法运动的人，真正足需要有这台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参像我这款身体不好的人，嘛真适合哦。是啊，哦，厝的，不管是坐的，或者是徛的，几分钟啊，就会当把规身躯拢。是啊，你看，啊，细细台啊，搁袂占空间。你这个新妇真正足厉害呢，啊，做生意，那是为着赚钱。可以当照顾着消费者的健康哦，真正是做功德呢。那我这新妇人真正袂歹，有机会我介绍恁熟识。啊好啊。哎，你嘛较笑嘞，啊，拢到这个地步啊，你生气嘛无路用啊。小姐。把最近看到来嘞，笑较自然嘞。妈，啊你们讲对，若无参照拄只一款啊，袂输敢若咧哭同款嘞。呀，妈，小鱼，你哪伫遮？谁上来啊？是黄小姐跟高先生啊，谢谢大爷。妈。您好。你好。妈，想做小云跟银妈会伫恁家啊？因厝头家要甲厝收顿诶，因着急要搬厝，所以我叫因跟我做伙住。啊、哦，其实安尼嘛好啊。啊！你妈，你也当照顾对小云，而且嘛有人会当给你做伴。你是有问题哦、喔！啊，你当然无好啊，无透毒。啊，我再问一下，是倒位啊？你无透毒？嗯。妈，啊，你甲因两个嘛无熟啊，啊，生活作息无同款，上重要的是因的人品你也无清楚。啊，你的物件这么多，搁这么贵重，万一怕我是变哪？我认为哦，因两个是搬出去住安尼较好啦。王雪琴，你放心啦，会讲偷窃物件的人，就敢那你无别人。妈，我讲讲唔对，尊先敢唔是你为佳佳遐偷摕来？全世界下手上无清气、上无品的人，就敢那你。妈，有外人伫咧，你何必安尼啦？我安怎？你若不爱讲，你无迄个嘴啊！讲着话有搁算有搁强，当人个面安尼共糟蹋是算啥？昨日我已经决定啊，我要让因母仔跟我斗做伙，恁两个谁都免去替我出主意。这一切得做嘛意思啦？啊，你大家斗做伙，嘛靠一个好照应啊，对吗？妈，啊，其实雪晴伊嘛真想要好啊，友好哩，你看。伊特别吩咐中介，爱替你找甲阮较近的厝，啊，即马拄好找伫咧阮的对门，安尼以后伊就随时会当来住好你啊。雪晴，嗯，对不？对啊，对啊。到这么近哦，迄一碗汤爱捧来捧去都袂冷去。妈，这哦礼物是要送你的，是你上介意的高级沐浴用品。小姐，哎。
但我吼都无需要人哄胎啊啦。坦白讲，可以哄胎，我嘛袂满意啦。啊，不过小云都无同款啊，伊即马大身大命，确实是需要有人伫边个照顾。玫瑰，嗯，囡仔的爸爸妈妈就住伫对面，以后我若是无伫厝的，你有啥物需要，就直接去找因，唔免客气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想我伫咧应该无需要麻烦到因啦。啊，等囡仔生落了后，啊，月兰若做好，阮就会搬离开啊。是啦，何小姐、高先生，我本来就是安尼拍算的。嗯。一支嘴哦，未晓提个兴趣，实在是有够够了。啊，安怎啦？你若无我安尼个念哦，你叫伊去嘴甲我塌起来。哼，本来想讲这两个人哦，会当离我较远的，好我安心过日子。想袂到今嘛，离我愈来愈近，我真正是跋石头过家己的脚。马来西亚石油大亨，用探勘石油一加一的收集化石，就准备中古化堆，阿吉的电商市场，就是 Kim， 韩国百货集团总裁，有四个囡仔，伊想改骄傲的是，家己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是，你敢知我即马连做面盲，拢背出来参加会议，这些人的资料。啊，不过，早就应该有封闭啊。安提为着接班人的问题，一定用尽心机。伫新加坡的时阵，伊都安尼啊。可能是我来台湾久啊，唔免面对伊的威胁。再加上我拄着你，我感觉。我总算能做一个正常人，唔免安尼处处小心，提心吊胆。可想袂到，是的，我真正无啥物变化。伫新加坡的我，迄种日子毋是我要爱。阿可，你已经毋是当年迄个囡仔，你已经无同款。即卖你是有能力会当让家己活到搁较好诶，杰森是一个无心机诶人，不过安迪总是利用伊来跟我竞争。我若是要对抗伊，一定会伤害到杰森。我着看到想到这，我就较苦，我真正无想要安尼做。我应该较早甲你讲，你安提来找我的代志，你就会当提早封闭啊。这甲你无关系，你唔知安提是一个可怕的人，若无安子啊，就唔会逼甲离开厝，走来台湾。新燕，像我这种家庭，你敢会惊？你敢会因为阮厝内底人离开我？不管你厝内底人安怎。我有心理准备啊，而且你是我的完美对象，那我可能很简单就帮你找。我的心被你暖了好久，感情就像一个沙漏。我嘛答应过你啊，我会陪你做伙面对所有的代志，你一定愈来愈好诶。你已经不是孤单一个人，在失败中体会成长，你有我，你就有希望。用你的爱把我点亮，指引我前进的方向，不用在乎地久天长，只要能和你一起分享。下光，面对人生的
杰森啊，恁爹地就是看中你，才甲你讲这边的国际商会要带你当这去，趁这机会哦，你得好好表现，发挥你的专长。有啦，我知啦。来，这资料摕去。啊，这什么？这是妈咪特别为你准备的，这摆所有的参加企业家吼，看伊是说啥，公司是咧做啥，啊，到时阵啥物话会使讲，啥物话袂使讲，恁拢爱了解，啊，若无到时阵哦，就歹势。妈咪啊 ，What is this？ 这是一本字典，这样多都被他看会了。杰森。恁爹地带你去参加这边的商会，就是要趁这个机会，让你去认识遐企业家，让大人知影，百福集团未来的接班人是你杰森，不是马可。为着你跟我的将来，你赶紧去拼一下，好不好？妈咪啊，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我对这百福根本就无兴趣，而且上头遐个斗争哦。对像我这种好个性、这样单纯、这样善良的人哦，真的太伤脑了。我根本无迄种的能力，无迄种能力。爹，你跟妈咪会教你啊？啊，你这尼啊巧，只要我偷偷教你教，唔免偌久你就知影。你今麦也阁少年，对你家己较无信心。妈咪相信，过一阵啊，你爸爸那就会发现你是一个真有实力的人。百福集团的总裁，未来就是你。拜福若是够好啊，我早买你个布甲倒倒去的。啊，来照我看，哥这是上好的人选。啊，而且哥，我为了要接拜福做这一功课，伊嘛足打拼的。妈咪啊，所以我拜托你，敢会用卖安尼咄咄逼人，可以吗？你连试都唔试，就搞拒绝。妈咪，虽然我尻川几毛，我家己是看袂着，啊，不过。我就了解我家己的，这都不是我的叫。我拜托你，别再跟我讲这个话，好不？你敢知道为着等这个机会，我已经开偌济年啊？我是足无简单，用尽心机才让恁爹地将马可换掉，让伊愿意答应让你去。你敢没有为着妈咪，好好冲一遍？我都跟你讲，我真的做不到，你是听无妈咪？真的。你别再跟我讲，你无法度，你做袂到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杰森，你会用的。杰森，你绝对会用的。就算马虎起步比你较早，只要你愿意学，你认真学，你绝对会用的。只要恁爹地愿意将这个位置交出来，你就是百富集团未来的总裁。你昨暝又搁走去倒，又搁甲倒一个查某囡仔后背来高高甜啊！我无甲上高高甜啦，你误会啊！喂，我是湘琪的妈妈，你即马就甲我背来。迄件代志，我需要好好啊甲你讲讲。好，我即马随挂过。妈，我今晚就这块代志，我先来。大姐，上吊的物件你拢袂记得提，你到底是咧无影响？你跟我讲你无甲查某囡仔后背来，无让人高高低，我拄则明明听到查某囡仔的声，那是啥？那不是你想的那种查某囡仔啦，那是倒一种查某囡仔。哎呦，我袂好跟你解释啊，我先来啦。杰森。我敢若只有杰森一个好心会当我靠，现在就是唔肯乖乖听我的话。马可是一个有心机的人，根本都唔是文彬面头前迄个温顺听话的囡仔。可是将来百福愿意做总裁，阮无阿惊总有一天一定去予伊赶出去。万一我甲杰森
去用逼离开拜父。安尼，我当初放下查囡去到国外，我这么多年来的心血，唔都拢白了干啊？不用的，绝对不用安尼。我可怜的查甫囡，唔知影今晚你过得好无？你一定会真怨恨我这个妈妈，当初是伊先啊将你放下，一定会怪我是一个无情的妈妈。查某囝，你敢知影？妈妈足想你，足想要见你一面。拄则你讲遐话，真正对我帮助足大诶。若是较早拄着同款诶代志，我可能毋知影爱烦恼偌久才行出来。不过即届有你诶鼓励，我感觉我控制情绪能力愈来愈好。是，多谢你。今日慢慢练习，安那排解情绪，我相信你一定愈来愈好诶。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登去诊间啊。杰森今晚应该是在准备国际商会的事情，那有时间来这啊？湘琪的妈妈要见我，敢讲伊知影什么代志啊？假使是，伊阁知影偌济啊？湘琪竟然被这款的花花公子欺骗，可恶，真正是受苦。入来。吴丽，我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。Jason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新加坡这么出名。出名？啊，没啦，是我弟弟较出名啦，不是我。还没出名？都上报纸呢，你还没升职啊？哎呀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啊？我没误会。你看这顶头写的，一夜情玩咖Jason Zhang说，天下没有我搞不定的女人，所有的女人都是美丽的花朵，我就是那个爱花的采花人。不，有脸，那是我的心不掉，我背不了。烈焰高手张耀生自曝，从来都是女人追我的，我们的爱情是你情我愿。你就不认输？奶奶，你讲，刚刚哦，你跟我相识。夜行嘛是阮湘琪主动的哈，我跟你讲哦，阮湘琪不是迄种被介绍的查某囡仔，一定是你强骗，或者是诱拐伊，对无？你讲，你老实讲，你有无？这神器人甲尤壮阿伯的千金发生一夜情，哎呦嘞，我甲湘琪的关系哦，绝对不是像你讲的迄种关系，我绝对袂去哦勉强查某囡仔，我嘛无可能会做种无品的代志啦。奶奶，你的意思是讲？是阮湘琪主动的，是啦。虽然哦，嘛袂用讲是完全是安尼啦，啊不，差不多差不多啦。你别介绍，你搁笑，你搁笑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意思我查某囝，我是比你搁较了解伊的呢。阮湘琪哦，真爱天宝，啊，我知啊。
哦，趁伊啉酒醉的时阵下手。哎，真是讲哦，你用什么卑鄙的手段来给伊欺骗？我想起哦，真跟你做这种没见笑的，真是真不就坏！你拄则看遐报道，确实是真个物件。阿哥，我从来拢袂强迫查囡仔甲我做伙。其实吼，伊阿妈伊真个。对不起哦，我警告你哦，我阿伯不准你甲别人讲这件代志，一点点也袂袂用的。阿哥，你嘛不准甲湘琪有任何的交谈。你若是违反这两件代志，我看你一摆哦，我都拍你一摆。啊！等等等，我保证，我绝对袂甲这件代志讲出来。阿哥，我以后拢袂甲你做任何的交谈啊！这件代志都是纯属意外的，另外都参照电梯感官，就算你定期甲保养，伊冇可能出意外对吗？你这么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考试我？你到底有回心的心意无？你真正是有够狡诈的！你起来！你谁来泡酒的？我无啦，我是伫甲伊做迄个渐渐的测试啊。啊，对，哎，阿哥，先放酒啦。啊，伊确实哦，来我做顶解剖做了迄渐渐啦。伊咧检测啊，我的筋骨的耐受度啦，看有没有足好无？哎，确实是无位啊。安怎呢？真的啦，无你讲，今嘛人就好好啊，对吧？哎，是的，小可你误会啊。啊，张先生，你来阮病院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是安尼啦。阮百福集团员工福利内底有年度健检，我想讲来找吴医师摕一寡健检的资料，要做参考。哦，不过迄健检的资料是伫健检中心啦，无我即马来去摕，你踮咪遮稍等我一下啦。真麻烦你。不会啦。先生，这有无灵了？保养到这真好呢，攻击力才强点。我讲真正无代志。你喉咙起火，你甲我讲嘞，我一定替出面的。啊，无代志啊，哥。啊，对啦，我当健检资料了后，我该保养的国际商会代志，我先来啊。杰森虽然较爱耍，但过从来无出过什么大代志。就算有，嘛有安提替伊收尾。但过即个杰森，甲人发生一夜情的代志，看起来安提也唔知影。若无杰森两叫来，私底下处理这件代志。若是我把这件代志闹大，一定能改变杰森在弟弟心内地位。安尼，我失去的物件，都能讨回来。俊生，你到啊？我已经把牛排准备好了，你紧回来。挺好啊，没去的呀。
香，雪清什么时准备到这个煮啊？哎，雪清不是讲伊准备的牛排，啊，这不是牛排的旁边啊？乖，俊生不是赶紧到啊？你怎这么挂不起来？煮食，脚手搁这么累啊！是啊，搁边厝咧饭店咧总破西。妈妈哦，较早就伫自助餐店煮食，啊是后来身体不好，才会改做别个头路的。啊，那大家搁徛伫遮，无爱坐落去吃，菜点起都不好吃哦。好。啊，是讲哦，这拢是真简单的白菜饭，希望会当下。哦，刚才片了足芳的，一定好吃，得搁讲。是啊，我真久无食厝内底煮的扁菜饭啊，敢若闻到这香味啊，我巴肚里枵啊，全拢要流出来。会当食啦哈，吃吃吃，来，再帮你加饭。嗯，妈，我要回家。啊，都胖了。嗯，我好吃好吃好吃。哦，我已经讲是帮阮孙的好。啊！你熬煮的哦，都唔知咧。我安尼足久拢唔捌安尼，才像即马安尼伫厝好好食一顿饭啊啦。那我伫咧外口清清菜菜食一顿啊，啊，都煮过。我嘛有时拢食外口。无我看安尼啦，啊，卡叔你若无去遐，以后啊，即煮饭的代志交互我，啊，你下班就倒来食唔就好啊，安尼好无？好啊，嗯。就好啥啦？恁来好意思啦？莫啦莫啦。这也无啥，啊，我下下做嘛，敢那这项尔，啊，而且你对阮母仔囝遐尔好着，收留阮，啊，不肯甲阮收厝税钱，我若无做一个啥物吼，我心内袂得过啊。是阿姨。好啦好啦，既然恁安尼讲啊，我就顺恁的意，以后就麻烦你了。好。小玉，给我再麻烦你。顺心来，你嘛吃较饭，我做内药啦，安尼歹消化。我都啊想好配饭啊，等下我就去公家加照顾点，安尼就好啦。我先去那公安啦。高先生。嗯。好吃好吃。今天唔敢食啦。老鼠老鼠老鼠啊！这奶奶真老嘞，顺心，今日走来就来过引导。我去开门。黄小姐，是你哦，你拄好咧食饭，你要做伙食无？高俊生，我不是跟你讲我有床暗灯。你讲你妈上顿来，结果做来吃吃饭，你怎么不跟我讲啊？啊，是的啦，你莫误会啦。我本来是想讲来干妈，给她拍些招呼，啊，想袂到小英姨妈在暗顿里已经煮好啊。你刚才啊，你妈手艺真正有够好诶，我坐来这吃两嘴啊，我让你吃到袂记得要回去啦。是的啦，啊无，咱即马回来啊，妈。等下。俊生啊，你才叫小云哥给你停上我饭量，你就要走？啊，无安尼啦。哎，小静，到了这边吃。吃好吃。
做伙食啦，我去电话滴。唔免啦，我家己厝内底有煎牛排，是高级牛排，我家己回去食就好啊。我，高俊生唔免啦，我看你嘛食袂少啊，回去我的牛排你嘛食袂到啊。你留在家陪妈吃饭啊，我妈知影你甘愿，我要跟我吃牛排，我要陪伊吃白菜饭的好些。哇、哦，啊，听你安尼讲，唔着看这白菜饭做无点的，啊，无你阁咪要煮？哎，对啦，那牛排这物件哦，三不五时吃是确实是真好吃啦。啊，不过哪有可能逐天拢吃牛排？你讲对无？啊？做太太的，若想要甲先生的心聊聊，都爱知伊爱食啥。你拄下都无看，人拄下最先咧食遐白菜，拢是食甲安尼，嘴笑白笑欢喜甲咧。所以讲吼，千万唔通看遐白菜饭无点，加减啊学淡薄啊，有好无歹啦，有听无？多谢妈的教示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卖菜，卖菜，卖因为迄个查某拍歹咧老位讲，食饭，食饭，食饭，哎，食饭啊，食饭啊，食卖菜，卖菜，卖菜，来食饭啦！老查某，这是所有相关的资料，你通交媒体爆料，难怪深爱会记，绝对袂使甲对方讲，这内部消息是我给你的。假讲的，咱家己的呢，我哪有可能带你出卖？这多谢。杰森，哥对不起你，这拢是你妈咪逼我的，我真正无想要安尼做，你怪，就怪你妈咪伤过贪心。你头先听啦，啊，好，我嘞，嘿嘿嘿，这出来真久无来了。哇，所以这个卡在电视《九国英雄》啦吼，没了。阿玲，阿玲是讲恁爸妈要介绍客户给你熟识啊？嗯，啊，那来酒店？啊，因为讲哦，迄新的客户啊，是这间酒店的妈妈送，嘛是阮爸的老朋友啊。啊，伊有在进口保养品啊，就讲即摆网购的人较侪啦，就要找一个直播平台啊，替伊推销，啊，正好一想哦，就是着恁啊。是啦，这真正是讲会成，恁当做迄哦，直播带货，啊，阮做物流配送啊，这一条龙服务落来吼，哎，恁来生意好，恁买单赚到钱啊，敢不是？哎，对不对？嗯，基本价，哎，来来来，行，哎，来，小哥，来啊，来来，我拢准备好哦，来，吃吃吃吃，叫，来，小哥，来，吃。接，哎呀，这水果啊，吼，啊这小菜拢一定来啊，哦，恁做恁啊，尽量恁，哎，啊要点什么酒哦，咱们家己叫就好啊，吼，哎，拍者拍者，接只电话一下。喂，你讲啥？我才听无呢，喂，
哎呀，无安尼啦，我哎，拍者拍者，这手续无哦，发出来我接一下电话啦，吼、哦，啊恁哦，哪用会接好啊，婷婷，哎、嗯，甲翔哥哦交代一下吼、哦，好，好，好，然后等等你，我出来，我要动了，哦。哎，翔哥，放落来，麦克去。来，看嘛，看嘛。哎，你看。爸，你先看，我来做饮料。你看，你看，点着拢清在点。连接路。哎呀。喂，喂，阿你有听到无？哎，阿你嘞？啊呜，阿你就清楚话啦，你讲啦，什么代志啦？哎，李总，看你拄只跟阮总裁讲了这么欢喜。安尼表示你应该真满意咯。嗯。安尼好，安尼我等伊哦，叫阮的法务重新拍一份契约，啊，隔两天咱就会当签约。无问题啊。陈德柱，你甲联络我的秘书就好啊，没事啊啦。好，谢谢。多谢。再见。孙杰，照你安尼讲，会去处理就好啦吼。好。哎，Lady First，你先请啊。多谢。哎，小蛋呢？那刚刚在倒位啊？那见过面吼？应该不可能。哎，老师啊！哎，老师，你不是那个露西妈妈？哎，你袂认得我？捉去啊！露西。Jacky， 而且拍电影啊，什么都是。勇哥，对啦，我就是勇哥啊！哎呀，哎，老师啊，二十几年无看到啊，啊，你感觉拢无变啊，依然这尼啊水着嘞，哈哈哈，我都无感觉啦，哈。头毛吹酒杯，不过你袂认你我啦。歹势歹势啦，啊，拄只形容袂认的啦。啊，其实你嘛是因为安尼烟斗飘撇，哦，嘛性格性格啊嘞。对啊。对对对，迄个时阵，我叫做 Lucy， 啊，你叫 Jacky， 大家拢讲恁两个去拍电影。对啦对啦，拍电影啦。迄个时阵啊。你就无要插我，所以我唔再去改一个叫做罗赖吧，对不？我也是要把迄个螺丝哦爬起来啦。啊，结果呢，你若无要插我，就走去啊。哎，人煞失踪去啦。哎，然后我就是讲啊，你已经嫁啊咧，想袂到我今仔日咧直接去拄到你。我嘛想袂到讲哦，会个第一只拄到你，啊，食到这个会，啊，搁咧占酒店。不不不，你唔通误会哦，我即嘛哦。已经收卡洗手啊啦，开加油站，帮人加油哦，兼洗车哩啦。哦，安尼嘛是算进度啦，加油站，哎呦，安尼无摊摊油洗洗。哎呀，普通啦，我即卖已经食到这个岁数啊，无适合过咧工作走跳啦，所以讲我要找一个哦较实在的事业哦，安尼来做比较较安稳啦，对啊。你拄只阿敢是有送人寄出来？哦。对啊，阿君就伫内底讲生理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哎、欸，兄弟本来嘛袂歹啊，啊，今麦佫转来咧，这对你来讲哦，就敢倒顶年羹同款的啊，啊。哎呀，哎、欸，是讲哦，咱你做人哦，这青春是有限的啦，你若佮继续安尼做落去啊，敢是办法啦。哎、欸，我拄只哦。嘛哦，伫内底哦，直接报销哦，招待几下朋友呢。阮祖囝嘛有来啊，哎，你入来坐一下无？免啊，我包厢内底嘛有人咧等我，我还阁有代志要处理咧。哦，安尼，啊，无等下人客若走的时阵，你用过来啊。啊？哦，歹势，我接一下电话吼。喂，哎，婷婷啊，安娜。歹事就歹事啦！你让伊爸仔囝哦，安尼等遮尔啊久着，你甲讲，你甲讲，我讲两句，我难免就随机啊啦，吼！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叫翔哥哦，听一下电话，我直接甲伊拨回去，嘿嘿嘿。
哎呀，哎，翔哥啊，拍一拍一啦！哇，拄着你外口哦，都是拄着个老朋友啊，唔只还爱加讲几句啊话咧啦！哦，互你等遮尔久，哈哈，拍一我那边水入去啦！啊，你要啉啥物酒哦？你先来叫，你先开来啉啦！哦，我马上就去啦！好，拍一哦！哈哈，哎呀，勇哥，嘿，啊，你拄只讲迄个翔哥是不是姓蔡？哎，你也知哦？啊，对啦，伊叫做蔡朝祥，做爱升高票嘛，做爱赚钱啦。哎，你也卖有？可能是以前一个人客啦。好，那也真拄好哩啦。哎，那呢，你敢要礼拜甲伊拍一下招呼，互伊惊者啊？你拄只讲因早囝冇来哦？哦，有啊，啊，就是因为哦，伊要讲情，你唔再甲因早囝带来啊。啊，无哦，翔哥哦，那可能让因祖囝走入来这酒店的啦。我得看，这是天公伯阿在可怜我，才给我一个会当见到查甫囝的机会。安怎？你要跟他入来？好啊。好、啊，请。哎呦，老大！哎呦，你莫在咧讲梦啊！啊，你是要啉啥 ？Brandy、Whisky、哦、蜜、嗯、糖的 ，Our 全球之中 Beauty 大好味。哎，我刚刚把侬装波龙来啊！你小孩子在做选择嘛，吼。刘家跑，叫你恩喜哦，你真正在享受哦哈，我就看到位，恁十个人只要来个酒店，我都变成禽兽啊哈！无啦，我当然爱融入剧情嘛，哦对不哈？哎，也是讲这酒店我淡薄意思啦哈。啊，哎，嘉豪，你敢真正头一遍来这种所在？当然的啊，哎，我才是呢。哇！哦，这敢不是人在讲诶，高级酒店的水果盘。嗯。哎，嘉豪，啊，这盘可能无俗吼。嗯，当然啦，这样就。我哪知这卖偌济钱啊？这样说真，我冇来过呀。嗯。嗯，反应未歹嘛，无中计。你就奇怪，啥物乌骨啊，好啊听，我都真正冇来过。嘉豪哥。人夫的求生欲真正足强诶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这都唔办啦。迄自从结婚了，伊拢三不五时跟我试探起来。哎，这蝶对蝶吼，我已经足惯习啦。听起来你对我真不满啊？无安尼啦，我无想要坐伫讲我歹话人的身边。哎，我哪讲你啥歹话？我讲个。哦，夸张诶，翔董好久没有来咯。哎，假水果啦。少年人的打情骂俏吼，玩得真趣味了哈，增进一些情趣啊，也好啊。哎呀，拍子，翔哥啊，哇，你等这么久了啦，啊，就拄只伫遐门下口的时阵哦，拄个拄一个老朋友伫遐开讲啦，啊，煞来讲讲这种，伊讲甲你做好熟识的啦，所以讲我唔知顺续邀请伊咯，来甲你拍一下招呼，玩下子者。来，入来，哈哈哈。来，这。不你起来要从哪？那是的。来者是客，莫无欢喜啦，吼。我看这无欢喜，一定会无欢喜的。我看到伊哦，规人拢真无欢喜。安尼请教一下吼，安尼要从啥？伊无啥记得，免插伊吼。翔哥啊，啊你哪安尼讲咧啦？你老子是倒位去得失到你啊？啊？啊，就算讲有，迄嘛是以前过去古早的代志啊嘛，哈哈，查甫人哦，不断来较看的嘛，啊，朋友来见了面，啊，就应该哦，哎，安那帮忙就去帮忙嘛，是不是安尼嘞？对，所以讲过去代志哦，就放弃嘛，哈哈。诶，
这位小姐叫做罗西哦。我即马是等德祖。德祖。我听有啊。这就是一个爸妈桑力争上游，翻身一变变成总裁顶总兼小三。我刚励志，引发人醒思。你敢要出一个传记，还是讲要找人给你采访一下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查某囡仔屁，你是乜啥？我的生活要安怎过，跟你有啥物关系？你凭啥物安尼跟我讲话？